大家听听我的声音是不是很甜美动听啦？今天我就来教你如何用 AI 技术免费一键替换音色。大家好，我是马来西亚男孩周冰燕，欢迎收看网红课堂。我会分享一些网红必备的使用工具。今天我要教你的是一键替换音色。这个很适合用来做什么呢？例如你是老师，你需要说故事，这个时候呢，你就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模拟不同的音色啦。Step 1， 录音。你可以到火山引擎的网站直接点击录音。这个方法的缺点是你必须一气呵成，没有办法剪辑。所以呢，我会推荐大家先用剪映来录制自己的声音。你可以通过剪辑来删除不要的部分。Step 2， 上传声音。点击这里上传文件要 MP3 格式，文件不能大于 20MB。Step 3， 选择转换音色。这里一共有12个音色可以选择。如果你要很可爱的小女孩声音，你可以选择小萝莉。如果你要一个很成熟的男生，你可以选择励志片男生。Step 4， 录制。火山引擎并没有提供下载的功能，别担心，我们可以使用免费的录音工具 ApowerSoft， 就可以把浏览器的声音给录制下来啦。今天的教学影片就到此结束。如果你喜欢今天这个影片的话，就记得点赞、订阅还有分享。我是马来西亚男孩周冰燕，我们下期影片见，拜拜。